会唔会遇到有咁嘅情况呢？同伴侣一齐啦，男朋友老公啊，想去爱你多啲啊，想唔想啊？如果想呢，唔系就咁话口要想啊，要求啊，逼佢又冇用啊。你一定要用控心术同佢潜意识沟通，想唔想学呢啲方法呢？唔好行开啦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龙震天啊，欢迎收听收睇龙震天频道啊。呢一条短片咧，同你讲解啊，点样利用控心术进入对方潜意识，令对方更加爱你，非常实用嘅技巧，一定要留心。喺短片开始之前啊，咁咧我俾两个 like 俾你学习有用嘅感情技巧，咁你都俾翻一个 like 俾我，作为对我嘅支持同埋鼓励，等我更加有原动力去拍有用嘅影片俾你睇。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咁有咩问题呢？欢迎留言啦，我都会解答到你嘅。第一次入嚟嘅朋友啦，记得订阅我呢个频道，隔篱个钟仔揿响佢。我逢星期四会出新片，内容关于男女感情技巧、办公室政治术、沟通技巧、行为解码学、改思改运、潜意识等等。咁啊，要听呢一啲有用嘅影片咧，就一定要订阅啦。好啦，咁入正题咯。咁最近咧，我遇到咧好多客人咧，不约而同都有啲谂法咧，一齐咧又唔系好差嘅，但系好咧绝对又讲唔到啦。成日都想对方更加重视自己，更加爱自己，更加体贴啊，但系又无计可施。咁闹佢又唔系，唔闹佢又冇改善，到底点样咧？其实最重要嘅原理啦，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啊，都一定系需要同对方嘅潜意识沟通。点解潜意识咁重要啊？因为潜意识只系占咗5%，有95%啊系嚟自个潜意识。所以如果要对方爱你咧，你应该就要同对方嘅潜意识沟通。咁你同对方潜意识沟通呢一个过程咧，我就叫做控心术啦。咁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好大嘅误解，哎呀，我要控制对方，哎呀唔好噶，哎呀术啊唔好啊。啲人咧系好肤浅啦，冇谂法啦。所以你一生都唔会成功啊！点解我会咁样讲呢？如果妈妈教小明，小明咧做功课好唔听话噶啦，妈妈有一个方法，妈妈有一个术，妈妈可以进入小明嘅潜意识，令到小明咧好中意读书，好中意做功课，好勤力。咁啊，妈妈应唔应该做啊？你答我啊！妈妈应唔应该用控心术控制小明，做一个勤力嘅学生，好好读书？答案梗系需要啦，就系一字咁浅噶嘛。只不过有啲执着偏激人。有一个错误的原有价值观，一听到啲唔系自己价值观嘅嘢咧，就即刻抗拒啦，唔会了解噶啦，唔好啦，唔啱嘅，亦都系咁样啦，少咗好多人生进步同埋改变嘅机会。咁我一生咧，我经历过好多呢人嘅，咁不得不提啦。咁我就最新成立咗 Patreon 啦，咁 Patreon 咧就每日一条影片，其中咧我都有唔少嘅影片咧，都会讲解呢一啲执着偏激人咧，佢哋嗰种行为啦，错误嘅价值观点样令到佢哋失败。咁我哋咧听得多呢啲影片咧，我哋慢慢就会潜移默化咧，我个人咧就会改变，一生都唔好做呢啲执着偏激嘅人。好啦，咁啊去翻今日嘅主题啦，咁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咧，可以令到你嘅伴侣咧，佢会更加爱你咧，就系进入对方嘅潜意识去沟通。咁啊嚟到第一个重点啦，第一个重点系点样啊？就系你唔好俾对方麻烦。有好多感性女人咧，好自私嘅，净系谂自己，净系要自己赢晒啊，对方一定要爱自己。你有乜嘢主观愿望咧？唔系问题啊！茶餐厅侍应阿明仔啊，佢都想做一个上市飲食集团，旺角身家有40亿啦。你想咧系冇意思嘅，你系咪真系做人咁天真啊？如果你系咁天真，你个感情就一定唔会成功啦。所以我哋咧一定要有系统去控制对方。其中有一样，你唔好俾对方麻烦。意思系咩呢？你一路冇俾麻烦对方，对方嘅潜意识佢就愿意同你一齐，因为你冇麻烦啊嘛。相反，如果你日常的生活，大家的交往，你努力去给一些麻烦给对方，你想想对方会怎样？对方会更加爱你，对方会越来越爱你。即是我好意思讲，你都不好意思听。我最近我们刚刚就收到一位网友的来信，他来信从来没有提对方，只是以自己角度去想，哎呀，他不爱我啊！我咧就哀佢，佢唔爱我，跟住我闹佢，佢又唔爱我，跟住我不停打电话俾佢，佢又 block 咗我啦。跟住咧，我几叻啊！我咧就转咗电话卡打俾佢，我成功揾到佢啦。咁但系跟住佢又 block 咗我，
跟住咧，我冇辦法啦，我去咗佢公司樓下搏佢啊！佢一落嚟咧，我同佢解釋啊，佢都係唔愛我，係咪真係做人要咁天真啊？我係淨係睇嗰件事啦，呢一啲就係咩？呢啲就係不停俾麻煩對方咯，所以唔合邏輯嘅。我不停俾麻煩對方，所以對方越來越愛我。你自己用個腦去諗下呢句説話成唔成立先？調翻轉啦，一對一個桃花萬迷啦，好成功喎，好多男仔好愛佢喎。訪問佢啦，哦，係啊，我嘅心得咧就係我不停俾麻煩對方啦，永遠要記住啊，你不停俾麻煩對方，對方就越嚟越愛你啦，係咪真係咁啊？梗係唔係啦，但係點解有啲人會覺得係咁啊？因為睇感性文章啊嘛，上網啊嘛，亂咁抄啊嘛，嗰啲人咧為咗要講啲令你舒服嘅話咧，冇邏輯嘅嗰啲寫嗰個人你都唔知係邊個，寫嗰個人會感情一塌糊塗，甚至乎未拍過拖，純粹以佢自己主觀願望就喺度發夢啊寫呢篇嘢出嚟。你自己嘅對號入座咗，咦係喎，越麻煩對方越愛我喎，唔係咁樣噶。所以第一樣嘢你要做咧，你就要努力令你嘅行為不麻煩。記住呢一個重點。咁當然啦，你點樣話唔麻煩，又同對方溝通，又可以溝通得好咧？咁我好難就三言兩語喺個短片幾分鐘可以話咗俾你聽。咁你就入嚟參加我 Patreon 啦，我 Patreon。每日我都有一条短片嘅，不停我会咧熬住你，熬住你，好似个电话簿咁样拍醒你嘅，去话俾你听正确嘅交往态度啦，沟通咧应该要去点样？有好多嘢咧，你唔使俾麻烦对方，你都可以达到目的噶。你可能有一啲暗示啊，有一啲正面嘅身体语言啦，咁呢个咧就会好好去记住啦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去到第二个重点啦，第二个重点咧就系你要有同理心。咁我成日都讲啦，女仔嘅内在美咧有边几样啊？温柔、体贴、照顾、细心、同理心、观察力、情绪控制，其中有一样好重要嘅一部分咧，就系你要有同理心。点解我哋要有同理心啊？如果我有同理心，我哋就唔会做一啲对方不高兴嘅事情。同样嘅逻辑啦，成功嘅桃花万人迷啦，你就咁去谂下啦。佢成功嘅原因啊，系咪佢就系做咗对方不高兴嘅事情，而且做咗好多啊，所以对方咧就好爱佢啊？一定唔系噶啦。但系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啦？点解感性人会做呢一啲？就系因为个脑海冇逻辑思维。我哋咧针对咧系嗰个结果啊，唔系嗰个过程。有好多人咧感性嘅人咧就好享受嗰个过程，而唔重视结果。而理性嘅人咧只系会睇结果。个结果系咩？结果就系要对方越嚟越爱你，亦都因为咁样，你就要有一个同理心。你任何嘅说话啦，任何嘅行动啦，之前你都要好好谂一谂对方，少少代入对方嘅角度去谂。如果我爱对方啦，我会有啲乜嘢嘅感受呢？咁你咁样谂咧，其实有八成嘅嘢你系唔会做噶啦，剩翻两成嘅嘢，全部都系啱嘅嘢咧，你就可以做啦。好啦，咁去到第三个重点啊，第三样咧系好重要，但系好多人都忽略咗，就系咧你一定咧你唔好太有自己个人嘅主见啊。咁我多客人如果感情佢唔顺利啦，可能啊事业比较强啦，或者系叱咤风云啦，喺商界变咗喺嗰个感情生活咧，佢当咗佢老公系佢嘅下属啦，不停去呼喝佢啦，太有自己个人嘅意见，亦都唔识得去迁就对方啦。有啲乜嘢不满咧？哇，就好直接咧，兜口兜面咧就讲出嚟啊！但系咁样咧，其实会点样啊？其实就有感情咧，你不停就会主动引起嗰个矛盾啊！矛盾一路加深嘅时候咧，对方咧自然就会离你咧越嚟越远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一定你唔可以太有自己个人嘅主见，又或者你嗰个立场咧，你唔能够太过刚硬。如果好有個人主見啦，或者立場好剛硬，係啲咩人呢？最常見咪嗰啲執著偏激人咯。執著偏激人係點樣啊？佢哋腦海咧有一個既定嘅立場，任何嘢都改變唔到佢噶啦。就算你講啲嘢好有道理都好啦，佢就用一啲歪曲邏輯嚟回敬你，因為佢要捍衞佢自己嘅立場。結果點樣啊？佢原本嘅立場錯嘅，佢捍衞自己嘅立場，所以佢做嘅任何一件事。讲嘅任何一句说话都系错咯，所以佢成个人生咪错晒咯。所以你见到嗰啲执着偏激人咧，系好孤独嘅，一生咧就系得一个人，因为做啲嘢咧系唔啱啊，同呢个社会咧衔接唔到。所以咧，我哋咧都要有半个脑咧去谂下现实嘅世界系点样啦。我自己都系咁嘅，有时咧有多嘢我认为系啱，咦？但系会唔会咧？其实嗰个市场或者我嘅客人啦、网友啦，已话俾我听，件事唔系咁样噶。
咁我都會聽人哋意見嘅。所以咧，我嘅立場咧唔係由我自己去決定，而係由大家去決定，由呢個世界去決定。咁樣咧，你永遠你做嘅嘢咧，你就會切合到呢個現實嘅世界。咁呢個咧就係執著偏激人咧一生都唔明嘅地方，所以咧令到佢一生都失敗。咁所以咧，記住啦，你唔可以太有自己立場。就算有啲嘢啦，你可能絕對你係啱曬噶啦，你都唔好話主動有一啲情緒啦、發脾氣啦，個身體語言好剛硬啦，而同個伴侶咧喺度爭執啊，其實唔需要嘅。調翻轉，你應該點樣啊？你應該同對方潛意識溝通，你可能用一啲反問嘅技巧啦，作出一啲強大嘅暗示啦。咁呢度咧，我就唔知道你有冇睇過我嘅高情商溝通術啦，咪有系統去話俾你聽。23堂課啦，有系統咁樣去話俾你聽，正確嘅溝通技巧係點樣？咁另外咧就係我嘅愛情心理學控心術咧，就係點樣同對方潛意識溝通，作出一啲強大嘅暗示，而令到對方妥協。咁呢一啲咧都係好重要噶。好啦，咁啊去到最後一樣，我亦都係好重要嘅一樣咧，你就係唔好觸碰對方嘅死穴。咁好多嘅感性人啦，好多好堅持自己立場嘅人咧，就唔知嘅。兩個人相處咧，咁啊要對方越嚟越愛自己啦，但係自己咧又好故意去觸碰對方嘅死穴啦，結果咧令到大家距離越嚟越遠啊！其實呢個咧係不必要嘅。其實咧男人咧好簡單，咁呢度講少少男女心理學嘅嘢啦。男人真係好簡單。佢遇到不滿嘅時候咧，佢其實開頭咧，佢一定會話到明俾你聽噶啦。所以我有很多客人揾我做諮詢嘅時候，如果係感情出現問題，其實大部分咧唔係佢哋唔知道嗰個男人諗乜，而係佢哋知道嗰個男人係咁，佢哋故意去漠視啊，覺得嗰樣嘢唔重要。例如咁樣啦，男女大不同啊嘛，咁其實咧，你嘅伴侶必然會做咗好多咧，你未必咁同意嘅嘢嘅。譬如嗰個男仔，佢中意乜嘢啊？砌模型，中意音響，咁唔係好多女仔中意呢啲噶嘛，咁你係唔同意嘅，咁你都有個同理心啊，咁你都要知道對方嘅死穴喺邊啦。例如咁啦，嗰個男仔會最重視咧就係嗰個音響展噶啦，每年有一次咧，佢一定要去噶啦，佢早三個月咧已經好期待，咁呢個咪佢嘅死穴咯，就係咁簡單啫嘛。然之後，你就特登漠視咗呢樣嘢，然之後嗰日咧，可能你屋企啊咩親戚啊，你阿爸你阿媽要食飯，夾硬約咗嗰日唔理佢嘅，然之後咧就通知佢你一定要嚟。佢話唔得，我幾個月前你講咗我要去音響展，你漠視咗佢，咁你係咪啲咁嘅人咧？如果係啲咁嘅人，你係咪需要檢討一下？明知道男人呢啲係一啲死穴嚟㗎啦，你故意去觸碰佢。咁我嘅閒啦，咁另外有一樣嘢，譬如家務咁樣啦，咁男仔好多都唔執嘢嘅，但係好多男仔又中意整齊喎。結果點樣啊？咁可能對自己嘅伴侶有啲要求啦，要咩掃地啊、拖地啊，整啲嘢乾淨啲。又或者啦，有某啲嘢咧啊，你唔可以喐佢嘅，佢可能有個模型擺喺個書台上面，你唔好喐佢啦。但你明知呢啲係佢嘅死穴啊，你漠視佢，佢其實提咗你好多次噶啦，你唔好搞我張書台，你唔好搞我呢個模型。你都漠視，嘿，呢個模型有乜咁重要呢？喺佢面前羞辱佢呢個模型啊，掉咗個垃圾桶啊，覺得呢啲嘢冇用啊！我部分客人係咁啦，結果點樣啊？自食其果咯，好後悔咯，到過後點啊？扮奇怪咯，哎呀，嗰個模型都唔重要。而家唔係話嗰樣嘢係重要或者唔重要啊，而係你身邊嘅伴侶嘅價值觀，佢覺得嗰樣嘢重唔重要？呢個先係重點啊！但有多時感性人係好自私㗎，佢淨係諗自己，佢覺得嗰樣嘢唔重要咧，就全世界都要認為嗰樣嘢唔重要，其實唔係㗎。每個人嘅諗法唔同，所以點解會衍生到一啲溝通技巧、人際關係點解會咁複雜啊？亦都係咁嘅原因。咁所以咧，你如果對呢一方面有興趣啊，人生思考點樣去識做人咧，你就一定要參加我 Patreon 啦。我 Patreon 每日一條影片，就喺嗰個感情工作啊，點樣去做人、人生思考，甚至乎係賺錢嘅諗法，我都可以俾到意見俾你，不停俾靈感俾你，等你個人咧慢慢去改變，你個價值觀咧慢慢去改變，等你嗰個運勢咧慢慢去改變。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對你係非常非常重要嘅。咁所以咧記住啦，一定就唔係話你自己諗係咁樣就係咁，而係你要客觀睇。这个男仔话咗啲乜嘢俾你听，有边啲系佢嘅死穴，你就唔好去触碰佢啦。
你就要同意你唔同意嘅嘢。模型我梗係知唔重要啦，我都唔鍾意砌模型㗎。但係當你嘅伴侶佢好鍾意砌模型嘅時候，呢件事喺佢心目中有價值，你就要同意你唔同意嘅嘢，你都要跟返佢嗰個諗法去做。好啦，咁影片去呢度差唔多㗎喇喎，咁你就最後 cross 一次，我俾兩個 like 俾你，咁你要俾返一個 like 俾我，作為對我支持同埋鼓勵，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咁有啲咩問題歡迎嘅留言啦，我都會解答你嘅。第一次入嚟嘅朋友記得撳響呢一個訂閱嘅按鈕啦，隔離個鐘仔撳響佢，每星期四我都會分享溝通技巧、男女感情嘅相處技巧，咁啊行為解碼學、語言學溝通技巧、潛意識改思改運等等。好，咁啊呢個星期影片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，拜拜。